这位公子，老板，您再多出五两银子，这五块石头随便你想碎哪个碎哪个。本公子不想碎石头，跟着本公子，也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公子公子，那个我们就是卖艺的，那个没这个命，享不了这个福。你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把我们公子当什么了？啊！下去！下去！什么呢？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嗯，不要演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欺负一个女人和老人算什么本事？官爷，小的哪敢啊，是他欺负我们家公子。对，官爷救场了。胡说八道，他们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他们恶人先告状。行了，先散开，别耽误军中要事。思恒，太吵了，回府。你们几个赶快给我散开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滚。官爷，是吧？你是个瞎子啊！你是何人？出去！你这什么态度？我刚救了你，这是对救命恩人该有的态度吗？出去！你就不能说句感谢的话啊？少爷，没事吧？丸子，姑娘，谢谢你啊！没关系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才是人该说的话。没事。子恒，把他拉出去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四恒，把他轰下去，回府。丸子，你快下来呀！啊！哎呀，快快快，